林志玲身高173，拥有多伦多大学西洋美术史和经济学双主修学位。摆出这个名字和数据，让我不禁想问，这是一个真女神的标准吗？日前林志玲现身某节目录制期间，她穿着蕾丝镂空裙亮相秀美腿，为盲选手颁奖时低声纤瘦拥搂形贴面例，整个录制过程再次验证了什么是女神。虽说这次的节目录制是导师的身份出现，但她大方得体，谈笑自如。正如郑恺歌导演所说，人说志玲是花瓶，我说志玲是一瓶花，馥郁芬芳。看来要想当个真女神，还真得是内外兼修才行呢。